秋秋，。哎，别！怎么能让你请呢？我们是地主，应该我请你。林哥，团员们好，你不知道我喜欢秋千吗？你在我面前突然找秋千，啥意思啊？聊出了火药味。我怎么了？嫉妒的小眼神。我怕被忽略了。我刚一句，我是觉得我被忽略了。那场戏导演也叫我不要哭，没有表演哭的。我会哭的原因是我受不了了，你经历过了很多美好的爱情，跟他一起哭啊，一起闹啊，一起笑啊，不然你就是无条件的离开他，这有时候会比较难受。导演就跑过来说，这场戏没有哭，但是我说对不起，我必须要先释放掉，不然我觉得我会爆炸。非常好，没事，你们马上在布拉格就会再次相爱了。准备啊！每天都要跟他生活，一起跟他相处。2、1，耶！一起哭过啊，笑过啊。我们以后再养一只狗好吗？也叫念念。好，就叫念念。今天这个光是很浪漫的，他说，哎，我们结婚吧，等稳定下来了咱们就结婚吧。我们只要很真诚的在这个当下好好珍惜对方，好好替对方着想，那不开心我就逗他开心，真的是很美好的。我们更享受于当下那个感觉，人一辈子有几次可以这样，还是要相信爱情。